报道。什么？专业主播沦陷卡关？根据研究，饮食习惯不正常的女性朋友普遍都会有便秘的困扰。现在，让我们来看一下几则报道。看杂志，那我们来看些什么东西呢？宝贝啊，你这个皮肤哦，最近是不是有一点粗糙呢？讨厌了，开玩笑对不对？我当然是开玩笑的。不过你这个肚子啊，是不是怀孕了？变啦！那大主任不就跟这条蛇一样大了吗？好长啊！站好。根据上述情况，想要帮助排便顺畅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你就要靠这拉拉舒仙粉。里头的益生菌膳食纤维可以帮助消化排便，保持肠道健康，是新世代女性的救星。而且售价还相当亲民，在生技药局、百货或是网路都可以买得到，真的是超方便的。我现在超有 feel。懂行销，导播，现在可以进广告吗？报道。